带给你的是周大福的 24K 全金纯金真金的啊牛的生肖环。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周大福，倒不是因为我贪财，喜为什么带着金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，这是真金白银，是实打实的，而且它还保值，它还传家，它不掺假。那你送给你的爱人，那是纯真的爱情，对吗？再加上他们的设计真的是非常非常独特，像我戴着这个就是一个爱心小牛，这个小牛呢是我叫它火热心小牛，你看它捧着一颗心，而它的小舌头呢吐出来非常俏皮，它的牛角还有身子都是这种光面的，然后它这个脸下半部呢星星点点，有点磨砂的效果，做工非常的精致，大家可以看到侧面背面也是光面的。我之所以喜欢用我的手背做背景呢，是因为这样更接近大家皮肤，像戴在脖子上一样的感觉。这个火热心小牛呢一共是 2.51 克，然后它价格是422美元。想想看，奖励给自己 24K 全金哦，也可以啊留给家人，将来那都是个非常好，因为它本身就是，我总是在讲它本身就是钱嘛，它是纯金的，它跟 18K 的珠宝还不一样。说实话跟大家讲，因为现在黄金的价格这么高，但是呢周大福的这个价格一年定两次价，这个还是夏天定的价格，现在金价已经涨上去了，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划算。好，这是许愿星牛啊，也是小生肖，可以作为这个项链的吊坠，大家从这个地方侧面穿过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它的也是脸的下部有这种磨砂的星星点点的，非常豪华的这种，就是有点 luxury 的这种感觉，上面都是光面的，然后背面也是。这个小牛呢是很活泼的一个，咧着嘴在笑，是吗？适合非常乐观喜欢许愿的朋友们啊，或者送给自己的孩子啊。我有一个客人就买了这个送给他叫出生的四月份要出生的女儿啊，衷心的祝福他。这个许愿星小牛它是 1.83 克左右，每一个小牛都不大一样重的啊，会多多少少有区别，因为它们的那个制作都是有手工来的，所以没有那么精确。 1.83 克，然后一共是337美金，这是周大福的统一在北美的定价。好，金元宝牛上场啊。我可能比较贪财，所以我看到这个金元宝小牛我就特别的开心。而且呢你看它这个脑袋这部分有点磨砂的这个效果，然后嘴下面同样有点磨砂的效果，我在想它的眼睛一边一个就是色调，大概是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它脑子很好用，很聪明啊，就要学会知道怎么赚钱，对不对？这是在背面还有一条小尾巴，很可爱。这个金元宝牛呢，希望它能够带给你新的一年里，哪怕不是盆钵满满，也至少是绰绰有余。尤其是本命年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了，或者家里有本命年的，可以送一个小牛给他。这个是 2.13 克，349美金。好啦，看谁喜欢我，把我带走啦，作为赚钱守财的小保护神，好吗？其实我应该穿在一个金色的链子上，但是呢我就只有这个铂金的链子啊，效果不错，就是带给大家看吧。实际上这个吊坠呢有很多戴法，可以做项链，可以做手链啊，可以甚至挂在包包上，还可以挂在你的手机上，所以很多种方式，但是要注意安全。我有很多客人的到了每年的生肖都买一个，所以明年是牛年，是不是会考虑买一个呢？